给我加口血啊。来吧，千珏。全军出击！快点收妖，快点！我想知道他们是谁。你妈都没蓝了，硬切我，装你妈的！我他还有闪。
我的 E 怎么没打三环？三环加个强棍应该死了。这猫牛皮，这猫怎么老会先死呀？这个人他在玩你，哎呀算了，看他这个 ID 是这个样子的，这猫怎么可能会先死的？这猫应该是最后一个死的呀，这个人玩的太沙包了，知道吧？这一级对面都还没进草，他甩个 Q 把位置暴露了。大狼能顶就行，姐好像还没来，打不了，打不了头了，姐过来。我这个印这种陈述的印记的千珏我都不知道怎么死，队友保我就好了。不打龙吗？我感觉这个龙留着 B 团挺好的。这没烧死，哎呦，我都以为烧死了，一丝血，这女坦先到了，黄之力没好，不过还好，这个杰回家了，这波四 v 四，队友应该打得过，他要出来了，晕到了，那他死了，这。他这跟死了没什么区别，这样的。给我加口血啊！我刚才是自己惩戒回的血，加大招。
直接开都没事，我有大的，还有火脚。有个好包，你们在放你妈的屁的，这女坦盯着我开着猫给我加血不是很正常吗？我操作起来就有个好包，这女坦游了我多少波了，只要双方的辅助都来了就等于队友打得好，妈的这队友崩了，对面一直搞我，他妈就是等于我崩了，这放你妈的屁的，就挂在身上加加血叫玩得好，太双标了。Top and